开放的是全场八分钟的赛道，全场八分钟，剩下30秒的时候，教练会在起跑点为黑白色方格旗代表最后一圈。好，各位绕最后一圈回到现在这个位置上，第一圈、第二圈帮我慢慢开，熟悉一下弯道以及油门跟刹车之后再做加速度的动作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红魔镜盖下来。油门踩到底按，会大点发动哦。